现在我们正在录制这个 Samsung Galaxy Z Flip 5的这个 4K 视频，这个 60fps 的这一个视频的录制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视频清晰度以及防震的程度如何。我现在单手持握这一部手机走向这一个大路上。大家觉得这一个 4K 视频的这个画质如何？欢迎在这个评论区上让我知道一下，谢谢。